Hello， 各位好，我哋今日继续翻到嚟玩 Pokemon 嘅激进熊。咁今集咧，我哋就会继续打呢一个嘅小霞啦，系啦，应该系华南市嗰边嘅。咁剩上次嘅问题咧，咁我就将镜头就移过嚟右手边啦。咁依家咧就应该就会好少少啦，显示嗰方面，即系字幕嗰方面就唔会话特别太影响嘅。好，咁首先我哋望一望自己身上几钱，有8100蚊。如果8000蚊，其实我都想等等先啦，想改性格，咁但系唔知道嗰个烂泥咧会唔会常用啦。OK， 咦，好高兴见到你，我嚟咧送阿妈个礼物俾你，但系呢个游戏入面佢似乎并唔中意你，极具碗底，好明显咧，佢可以咧令你极具化嘅，虽然佢只能用极具嘅团体当中使用啊，呢个喺极具巢穴揾到。OK， 可以用极具嘅巢穴啦，依家等等我搞一搞 cam 先。好，极具巢穴啊，极具巢，唔知边只极具巢穴咧？巴塔蝶，呢冇得打咯，巴塔蝶，因为佢嗰个飞人系嘛。OK， 守住唔要啦，可以贝壳印啦，都几劲喎，其实呢只。都几劲啊，因为佢个攻击力都几高。哎，呢只地面打，哇！啲佢啲技好似咁劲嘅，应该冇遮住啊，即系有少少嗰个嘅属性咯，但系就都唔紧要嘅。最紧要俾大家睇到系咩技能嘅，同埋我都会讲系咩技嚟嘅。好，依家转重贝壳人，同埋我都会留意一下，应该就冇左手边，即系左下角咁影响嘅。呢只要转重，呢只好似都系毒系嚟嘅对面。系啦，对面毒系嚟，咁冇技打喎，定身法锁咗招溶解之后换呢只，再用咬住，啊，都有啲劲技，乌泥攻击，变硬其实都有用嘅，毒瓦斯好似冇乜用啊，虽然佢可以令人中毒，哎，我哋唔要变硬啦，始终变硬呢招都比较少用啦，都系比较少用嘅技能，所以我哋咧就转一转啦。同埋今集唔知道能唔能够顺利去到华南市嘅，系啦，唔知道嘅，因为佢中间个剧情都比较多啦，系啦，我都想大约一集嘅内容都系十零或者近20分钟左右啦。乌泥攻击啦，乌泥攻击，而且佢有个红色嘅，系咪极巨化嘅嗰个？哦，唔系，佢咦？点解佢左上角会有个符号嘅？我睇佢又唔似系嗰啲啊，唔系，应该系属性嚟嘅。哦，系啦系啦，属性啊，即系佢系睇翻佢系咩属性。咁呢度咧就系水岩石。哇，呢个都几呢个对玩家都几贴心，因为咁样咧，其实变相我觉得啦，我觉得易玩啲嘅，因为可以睇到咩属性。但系其实我都背到嘅，即系背到啲精灵系咩属性啊，所以其实你可以话好有用，亦都可以话好冇用。我都唔知好唔好用，转只暴世龟先，贝壳人。同埋咧，可能咧我把声咧唔系好得嘅，因为我啱啱就食完呢一个嘅咖喱18g咖喱，所以个喉咙可能有少少唔系咁舒服，系啦。咁啊，不便之处敬请原谅各位。嚟啦，我哋继续。好，呢只 game 其实应该都唔系话真系好难打嘅，我谂。我觉得啦，因为有啲人讲话真系好难玩嘅，仲话咩史上最难，我唔知系咪真啦，啊，希望喺我玩过最难嘅，我都要谂谂究竟边只系最难，系啦。咦？呢个系技能，哦系啦，技能 TM34 系咩技？34瞬间移动，咦？佢呢一个系咪无将嗰个？技能无限咗啊，应该系啊。以往啦就系一招技嘛，系啦。呢个咩嚟噶？我极具巢穴呢个系好，我哋 save 入去睇下先。点解又要轻一轻呢度？可以用嘅火哦，极具化嘅嘢啊，呢个系。咁我哋要六手攻啦。哇，灰尘散呢个极具化咗啦。哇！呢对面嗰啲毒系嚟嘅，咁我用掉泥先。好 ，mega 大地全队加达防，好似冇乜用喎，但唔紧要啦，你照用啦吓。极巨花，
真系极巨咗喎，好有趣啊！吞下极巨大地，哇！呢、這个技能特效 OK 喎，佢又真系呢一个技能特效喎。如果你有玩剑盾就知道，哇！扣得少到啊 ！Mega 宣读，宣读好似加特工喎。继续用极巨大地啦吓、啊，都冇其他技可以用咯，依家疯狂加特防啦，唯有依家。然之后开个乌泥攻击咯，再依变翻细只咯，佢难打喎、啊，其实咦有超能力佢，冇咩吧？我唔知道用我啲咩，要慢慢睇先得，一揿得太快咧，我睇唔到佢做紧啲咩。神秘屏障，哦系喎，佢有神秘屏障，跟住降防御啊嘛，系啦系啦，跟住呢个咧。取消能力值变化，忽略特性，储力又加翻防御，我用抌泥啦，幻象光线，哇好难打喎、啊！呢、這、一个咩？呢、這个极巨极巨都几难打吓、啊，哇输咗、啊、我哋，这是个空巢，唔得我哋要打多次呢度，佢有唔同噶喎 ，OK 喎。O K， 佢呢一只系奇洛律鼠，奇洛律鼠就怕格斗，我哋可以用布世龟都得嘅。跟住就用火鸡啦，但唔系喎，头先都唔系呢一啲精灵嚟嘅，都唔系呢啲组合嚟嘅。一出嚟蒙哥奈啊，佢应该随机咗喺度啊嘛，即系对面又系灰尘山嚟嘅，即系又系随机咗啦，系嘛？不过唔紧要，我哋可以用水系打佢，我哋可以用呢一招 Mega 系极巨水。极巨水打系唔同，啊都合理，因为佢有个盾嘅。如果你有玩剑盾就知道，那个极巨嗰个系统系咁样玩嘅。我哋睇多次佢个，诶、欸、完咗咯，那个极巨应该打赢啦。我有只普世龟喺度，士刀，哇、哦、劲！我呢招扣得咁多嘅正喎，贝壳死啦，仲未死。哇哦，蒙哥利亚犀利啊，打赢咗啦咁就引爆灰尘山，我哋睇下有啲咩奖品喺呢度。17咧，18咧，升咧咗呢啲，泥巴炸弹要有啦。咦？做咩啊？可以捕捉，咁我帮你捕捉啦。好似冇精灵球，一个。试下咯，唔得就算啦。应该好易得，系啊得啦。灰尘山五个橙橙果都系呢啲嘅礼物啦，即系呢啲嘅奖励。只不过佢嗰个嘅奖品好似唔系话真系好丰富咯。我哋捉咗只，咦？我唔系捉嗰只嘢嘅咩？喺边啊佢？哦，喺雪柜啊？真系、哦，灰尘山性格系冷静。已经死咗啦！如果性格冷静嘅话，咁渣唔要啦，唔要。好，我哋要买精灵球啊！迟啲，仲有冇啲咩特别嘢喺度？鲤鱼王啊，应该唔系鲤鱼王嚟喎，咁样随机咗，我觉得买咯。多谢你生意，你个白痴！大狼犬加工减防，劲喎、啊，强壮之恶喎、啊，系劲喎呢只，系啦。OK， 呢个咧。冇咩特别，走得呢度冇呢度冇商店，我系直接过月见山，跟住过去华南市咧。好，哇！投射鬼，投出鬼。OK， 不过呢度唔未必捉啊，投射鬼。好，呢个暴势龟有做主力嘅潜能啊，有做主力嘅潜力嘅佢。哇！车面龙。三蜜蜂，有火箭兵团，哇！火箭兵团竟然会用呢只虫，真系几犀利。啊，佢食咗我个特性，不过我特性系咩啊？我呢只嘅特性好似系硬壳盔甲，唔会俾人暴击啊，都有用嘅。不过佢系属于被动嘅形式啦，即系防御型啦，防御型嘅特性。星星碎片拎去卖嘅。喺边度？呢度
又系极巨嘅呢个，再 save 先。诶，每次 save 就轻机啊。好啦，我哋大蒙古内亚啦，继续。哦，呢个啱喎，呢个火技啱。哇，但系冇晒 PP， 转重先。后盖龙有咩技啊？全部都普通技嚟嘅，普通同埋恶技啊，极巨恶啊！极巨恶有咩用啊？好似都系减啲咩特防，我记得。难嚟啦，系啊。地面技啦 ，mega 大地啊，极巨大地先啱。哇！一招兵技打死咗，暴木光线。OK， 泥巴炸弹。哇！暴细龟咬住，咬佢，赢啦赢啦赢啦，得搞掂。猛撞。猛撞我哋唔要啦，哦，走咗俾佢，不过由佢啦吓。始终我捉完都未必会用啊嗰只，因为嗰只咧，佢嗰只嘅冰雪巨龙啊嘛，冰雪巨龙我记得佢嗰个嘅速度都偏慢啊，即系一啲偏慢嘅精灵嚟嘅，佢系一个天气兽，冰系嘅天气兽，所以如果你唔系玩冰嘅话咧，带只咁嘅天气兽喺身咧会累死自己。有冇 PP 回复啊？竟然有雨三加，冇 PP 回复啊！咁我哋用头盖龙玩下先啦。好在有招恶技啫，啊！好在有招恶技。诶，佢使定咗招技，大狼犬啦，咬住，好，哇，电飞鼠咬啊！头盖龙嘅头锤，啊，仲要麻痹咗，一开头冇啦，输啦要。佢呢只雷打晒我成队咁滞，可以有啲麻烦啊。活力碎片，呢个我哋用泥巴炸弹啦，乌泥泥巴搞掂。呢只要用乌泥乌泥，哦，又麻痹咗我，啊暴细龟啦，可以打多两个训练家就可以过啦呢度。如果我冇记错嘅话，配合人啦，配合人啦，赢啦。咦，又系执 TM 四廿六，跟住又打嗰个研究生啊嘛，系啦。好死，呢只咬咬，呢只死，咦咁都唔死喎，可以，我仲一下打死添。贝兹化石，诶，你系咪咧攞我啲成员开玩笑嘅笨蛋啊？你以为自己好醒啊，僆仔？我要咧俾你上一个宝贵嘅一课，水蓝队首领，但系佢 R 字嘅，咦，妖精系喎，咁我哋用贝壳人啦，哇，一下秒咗，水，再水技，哦，呢度唔好用咬长虹先。冰冻牙有料到啊，头锤应该赢到，哇唔系啊嘛，大镬啦咁就，应该赢到，一改完有机会赢，即刻输哦，咁难打嘅咩嗰只？呢度缓重俾佢逼勾先，头锤电磁波，我作剧之心啊，唔紧要啦，暴细龟贝壳人。贝壳人，哇！爆击爆死咗，诶，吹飞喎呢招，唔要啦，吹飞冇乜用，呢招都系死嘅呢只火系。唔理点都好，我哋已经做咗啦，我哋需要一齐，下次唔会对你咁好，会嚟揾你嘅。佢知道我叫咩名啊？定我头先讲咗自己个名字？好，出到嚟啦，已经呢、這个系嗰、那个咩百万拳击嗰个啊？强制锻炼啊，這個、呢个咧？TM 一零一呢一个系咪个招增强拳？有招技能越用得多越高攻，应该系啦，系啦，系啊，系呢招啦 ，Power Up Hit 啊，增强拳。好，极巨冻月，我哋继续用我哋嘅暴细龟去打呢一个嘅极巨冻啦。
今次照用呢个下面嗰边。哇，冷水喉啊！冷水喉比较麻烦喎，其实我冇草技嗰啲喎，咬佢先啦你。哇，打咁多嘅去到市道，哇呢、這个二打，要抌精灵球是但啦。智力之雨，治疗之球，几有趣其实都。好啦，我哋嚟到华南市啦，好快就可以即刻打道馆嘅，如无意外，我记得。睇睇下冷水喉先，急躁性格，速度加速，防御减加速减防，激流特性，冇咩特别啦，系啦，冷水喉即系嗰三个属性嘅马骝咩？火只咩火喉啊？唔记得叫咩喉，嗰三只嘢都唔系好劲，老实讲。基本上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啦。好啦，我哋去睇睇呢个华南道馆有啲咩嘢嘅挑战啊？可以呢个系咩人啊？我早前咧揾到一只带有红色碎片嘅熔岩虫，但我唔知点样处理呢个碎片。OK， 应该直接打啦，系嘛？系啦。哇，草系喎，有咩草系好？臭泥即刻出嚟，污泥攻击。小炭仔嚟啦，嚟啦！小霞，哎呀，又要转重，好在有只臭泥喺度啫，真系冇咗臭泥应该打唔赢，我觉得。翻嚟回血，小霞应该睇落都唔系好难打啫，我觉得。老实讲，我都廿几咧，佢应该都系差唔多啦。呢度24同埋22，其实应该差唔多。仲要加埋佢个學習装置咧，系全队都有共享经验嘅，所以咧更加容易打，我觉得。你只有咧嗰啲对精灵有方法嘅训练先可以成为专家。当你捕捉同埋训练精灵嘅时候，系你嘅方法系咩？我的方法咧系全力进攻用水系精灵。咁算系啲咩方法咧？呢度我哋用头锤试下先啦。草成结，哇！变幻自如，我哋有污泥攻击，急冻拳。大镬啦咁就，哇好痛啊！佢个急冻拳，哇劲抽呢只，呢只难打啦呢只，要捉佢路啊呢只，成队瞓晒。小霞应该睇落都唔系好难打啫，我觉得。哇佢咁摆只咁嘅嘢喺头啊，有啲难打咁样。呢度又冇技用啦呢只，呢只都冇啦，有啲难打，不过我要谂方法去打赢佢应该。应该就打得赢嘅，但我要谂一谂有冇技可以学可以赢到。哎，岩石风，岩石风学咗就应该有机会打赢嘅。我哋唔要招头锤咯，好似冇乜用头锤。得啦，系咪学咗啦？学咗啦，岩石风，岩石打磨 ，safe 嚟啦！我哋睇睇啦，一嚟就先用岩石风减佢速先，减佢速。哇，唔得喎，唔够佢快喎，发现原来唔够佢快，咁我哋一嚟用臭泥嘅毒瓦斯毒一毒佢先，啊，毒一毒佢，毒瓦斯 ，OK， 跟住我哋转重转做大狼犬先，哇，都有啲难搞其实，呢度再转用暴细龟，跟住再转做臭泥，系啦，佢会咁样不断锁仔啦，系啦。系咁用咩草成结，跟住就用翻急冻拳咁样系嘛？系啦，急冻拳，跟住呢度用草成结，跟住呢度用急冻拳，又换草成结，啊屈死佢呢度，啊顺利屈死咗第一只，下只，哇！诶，竟然系浮游喎，浮游啊，一定快过我啦！佢一招水技都打死我啦呢度，系咯，难打呢只，呢个难玩喎真系。我要打打上面先，今集未必打赢呢个道馆，呢个道馆太劲，啲重太劲啊！佢啲重呢度直头跳我级咁喎 ，XMK 啊！仲喺度徘徊啊！我做得好好啊，收服咗咧有强壮聪明嘅精灵，等我睇下你收服咗啲咩？哇，奇鲁利安喎、啊，再见啦，奇鲁利安！诶、欸，你竟然有奇异草？哇，佢用咗招咩技啊？吸血做啲咩技？哇，吸死我！大镬啦，冇技用啦，我种子机关枪难打喎、啊！哇，佢玩啲咁样嘅流嘅呢度，
哇！啲咁嘅流派啊，老友，仲要唔够佢快添呢度，成队都唔够佢快喎、啊！哇，难打难打呢度，阴功咯，成队都系低速型，仲要加防减攻呢只，会唔会太差啊，大佬？如果真系要换嘅话，就会将呢只直接换做，哇！呢个系两招特攻技啊！定系帮暴世龟加速好啲咧？47加速都唔系好多啫，50零都系麻麻地。唉，我哋去睇下左手边有啲咩竹先啦。穿山鼠，全部都咁慢嘅，好似呢只就都系慢噶啦，唔使问，都系慢速，唔系成队都系呢啲啊？成队都系即成地都系呢啲低速虫啊！呢只都系低速喎，林彪。呢只都系啦，狩猎凤蝶呢只噶，呢只都系飘虫。出到嚟都系同洞穴嗰啲一样喎，野生精灵。OK， 我可以收翻一开头讲过嗰一句啦吓。咩随机模式下会更加简单嗰句，我哋试下改佢做变做咩特性啊？加呢、這个加速减特攻爽朗得，应该系58到啦系嘛？51加得3咋？加3咋好似咁少，未必够佢快咁样。乌泥炸弹读下先，继续呢度。佢呢度用催眠，我哋用头盖龙俾佢打啦，跟住用暴世龟嘅咬住。快过去啦！即刻嗱，高咗嗰几点就快过去啦。但系佢一个种子机关枪射死咗我啦，所以其实都系冇用嘅吓、啊，即系就算改咗特嗰性格咧，都改变唔到噶。佢有只咁样嘅草系，我一系就带只飞，带只火系快速嘅，一系就带只草系可以打赢佢。火系暖暖猪啖打赢。其实有机会嘅，可以试一，可以一试嘅，其实啊，跟住帮呢只暖暖猪升咗一咧，令到佢进化先。好，哇，真男人喎、啊，我想捉喎、啊，捉一捉先。真男人有用啊，喂，唔好咁啦，我需要你啊，依家。搞掂，我需要你啊，真男人！鬼面呢招都有用嘅，用嚟减人速嘅、啊，都有啲用。望望先，真男人，达人大加速减特火 ，OK， 精神力，精神力可以翻屋企啦。精神力我觉得完全冇用喎，精神力老实讲，全放，拜拜。个达人打有机会再用啦，达人打好似系加夹斗，唔知乘1.1个技能伤害。我、哦、技能威力啊，唔、啊、好意思啊，技能威力进化啊，唔想揿咗，唔想停咗佢添，进啦，炒炒猪，猛推我哋要啦，唔要气味侦测，好可以试下啦，依家可以试下嗰个咁样嘅 M K 仔啊嘛，好嚟啦，呢度先用岩石风先啦。佢即刻出呢只奇异草啊！好咁样嘅话，我哋先用头盖龙先啦，扣除，跟住用炒炒猪，用冲能，唔中 ，nice！ 呢一下咧决定咗呢一个嘅胜利啦，已经，因为呢一个会加到我嘅速度，同埋攻击都会有效果啊！呢一下，呢一下可以用火花定系咩？边个高啲啊？38又系减攻，我哋可以用火花嘅，其实用火花咯。哎呀，对面都快喎，但系唔紧要，佢用寄生种子，哇，食果实咗佢，哦，已经打中咗啦。咁样我哋用臭泥啦，臭泥啦，跟住用泥巴炸弹啦，寄种，我凹痕得，即刻换，黐线，好难打啊呢只。
果然真系几难打，好啦，又死咗啦。再嚟个，我哋一开头先用呢个炒炒猪先，先将佢个速度推到最高先。OK， 咦，竟然系呢只雀喎？呢只雀系头先威吓咗一下，我哋用火花呢度，竟然有只咁嘅雀喺度。配合人电光石火，虚张声势有用啊！呢招奇异草出嚟啦，我哋用换头盖龙，跟住用头锤，撞多一下有着数。总之用鬼面啦，咁样炸狼血，虚张声势，醒啦醒啦，中，跟住我哋用咬住打自己，打自己，好打自己啊！哦 ，nice， 食果实。再打自己一下，再打，再打，哦，可惜，唔紧要。跟住我哋用暴细龟，跟住用咬住，定岩石风呢？岩石风，减咗减咗佢速，同埋佢速度慢过我啦，而家争啲啊！唔好催眠粉啊！总之几弯枪，好，唔够佢快，未必够佢快呢度。一发炸弹，搞掂 ，nice， 啱啱搞地面技，长豪，拜拜，搞掂，终于赢啦！我去咗趟正辉屋企，叫佢咧俾我睇佢稀有嘅精灵，咁样咧令我嘅图鉴咧增加好多数据。话晒咧，正辉咧作为一个精灵狂热者咧，全世界都好出名嘅，就系佢开发咗咧呢一个储存系统，你应该好多谢佢。啊，系啦，见到你咧唔识唔识跟啊，后面有啲唔好意思，真心嘅，送个礼物俾你，声音记录器。呢、這个好似系咪可以同翻啲路人对战嘅一个工具咧？我忘记咗，好似系。我哋系时候要打嗰只嘅咩啦？先用烂泥先呢度、啊、先挫死咗佢只嘅夹婆人蛙先。佢嗰只唔知咩蛙，泡沫蛙系嘛？呢度毒瓦斯。喂、欸，竟然用。咩反我 U turn 喎、啊？哇，仲要唔中呢下？佢有超能力呢只大狼犬，咬住水之波动。OK， 打到一下着数嘅，有着数。跟住我哋换唔使换啦，直接死咗佢啦。跟住用暴细龟、岩石风，跟住用咬住。哇，蚀咯呢玩，蚀到爆喎、啊！炒炒猪，冲能啊系唔够佢快，哦输咗啦又，输咗啦已经，佢一嚟竟然用 U turn 喎呢度，我估唔到喎，呢度佢用草成结，我哋用臭泥，跟住我哋用毒瓦斯，佢即刻用 U turn 喎呢只，有料到啊，咦一嚟换咗重啊佢，咁我哋都换重啦，换只炒炒猪喺度。送佢出去死咧，唯啊！暴细龟、岩石风、水之波动，跟住用咬住，用咬住，唔够佢快都，好快佢、啊。哦，俾人秒啦，要秒晒成队，重要回心啱啱嗰下，好啦，再见啦，可以。哇，真系咁难打啦，因为佢成队都好快。而我咧成队都好慢哦，我随机捉翻嚟嗰啲精灵咧冇只系快嘅，俾大家睇下。所以点解难打就系呢一度啊，系啦，冇只快。好啦，咁今集时间我哋玩住咁多先啦。虽然去到华南市，但我打唔到道馆主，暂时可能要升一升咧先够打。好，咁今集时间嚟到呢度先，拜拜。